你这样开平常会晕车吗？是不会。对，平常不会在路上这样开，只有比赛的时候会。比赛会。目的推广安全驾驶啊。推广。而且很不平的，昨天的新闻就是说，女性驾驶的比较容易擦撞，比较容易出问题。其实呢，女生的技术在好得很呢。不信的话，赶快漂移。漂。告诉你，倒车入库，一水搞定。一次 OK 的，而且很窄的话找我就对了，我都可以技术好到去做代客发车呢。